人工乳香，24万人看过她露点，女模隆乳理由好感人。现今隆乳已经不算稀奇事，许多女星更是争相体验。性感女模心尤里曾经在机场意外掉奶头，被24万人看过而爆红，加上外形火辣，拥有大量粉丝。不过心尤里曾被网友大肆批评胸型不美，她前年特地为此发文自曝年轻时未婚生子，而且为了小孩健康哺乳长达一年半，导致变成不带奶，希望找回自信心才会进行隆乳手术。曾被罗志祥送过香奈儿包追求的蹦奶妹周依晨，也曾与余翔全爆绯闻，结果被爆她的医奶是靠后天加工，网友也搜出她为医美诊所宣传自己接受内视镜果冻吸胶隆乳手术成果，更放上她术前术后的对照图。她透露以前只要穿低胸小礼服或比基尼，就得一直在水饺店，受到朋友隆乳成果吸引，所以也选择动手术增加自信。罩杯升级后，她也赴冲绳拍摄泳装写真集，大秀医奶好乳。